说不定老板说这个东西很好，我想说很好。等一下的行程是吃完之后再交换礼物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滑手机。聊天室要看你。有人问说我们吃饭有没有打折？我请啊，你请，多补啦。你请的，他在我跟他讲贵一点。他说把私讯传，可以传下去。好传。就是，对，就每个都是我介绍。不要啊，我要放在这边。原来是今天就在那边看我两小时啊。用两句话形容自己的礼物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祥。我的礼物该怎么形容啊？我的礼物蛮实用的，而且我很用心的挑选，我想了两三天。嗨，我是牛牛妹。我的礼物会让你看起来很富有，然后有一个跟金针菇的颜色很像的东西，里面有两个东西。我是紫薇，我的礼物充满传承意义，它是好几年前。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又在有一次圣诞节给我，然后三年前，其实拿到我的礼物很好，因为那个人明年也可以再给别人，他就不用准备新的交换礼物。我的礼物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你的主题是温馨，你的餐怎么来了？荒谬嘛，对不对？我的礼物是有一点那种循序渐进的感觉，就是他会先很荒谬，荒谬完之后在那个温馨。对，是真的温馨，超级温馨。在场的应该不会有比我还温馨。我的礼物是很实用的，实用，它是偏智慧型的，收到的人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我送的礼物啊，吹捧一下，我送的礼物就会让人觉得很香、很舒服、很舒服、很舒服。男用还是女用？礼物现在好强，很香、很舒服。是男用还是女用？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哦，男生女生。我就是实用派的极限，绝对用得到，而且在场的人绝对都很需要，因为在场的人都是反正都实况组嘛，所以一堆开台，所以长时间坐在桌上，桌上一定会非常的凌乱。讲一下，很实用啊。我的礼物运动风的，绝对不是最烂的，我只是包装看起来很烂，故意的，故意的反差感。我的礼物是男生都会很喜欢的，男生会很喜欢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是在场最有心、最用心，但并没有收到。不是最好的，不是最好，但是我很用心，因为我做了六个小时。我的礼物跟他一样，收到人会很兴奋，但他的礼物别人是收到兴奋又开心，我是收到兴奋又生气。我送的礼物保证是垃圾，连一的只有两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的礼物大家都小心一点，谁收到谁就要去死啊！去死一死啊！我的是。男生女生抽到都可以，因为我有放就是男生的部分跟女生，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抽到，所以我有放男生的部分跟女生的部分。我觉得我准备很用心，我觉得我的礼物蛮符合今天主题，就是它又可爱又温馨，就是没有入味，然后又荒谬。用心的话，好像还好没那么好看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可爱。我的礼物每天都会需要用到，而且用到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。男生女生都可以。我的礼物应该蛮烂。先讲，大家都吹捧完了，我怕我那个等下吹一吹，真的变最烂的怎么办？我的礼物我自己没有，但我觉得女生会比较想要，会不会比男生想要？形容一下或吹捧一下你自己的礼物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样的时候也知道。那你吹捧一下自己的礼物。知名 IP， 其他人都送垃圾，但我送了知名 IP。我礼物实用，但是它很特别，应该不会有一样的。它很特别，它不实用，它就是比较像玩具这样。我的礼物是很用心，很用心吗？很用心，很用，好，我知道很用心。挑选的，对，它是可以温暖你整个身体的。我的礼物呢是定制的，定制，不要笑，我的礼物是特制化，而且成本很高，全世界独一无二。这边有人在欺负我家豆豆，妈，这是谁的台？我的，这是你的台？你的台观众很凶哎，会，现在大家猜一下他一晚上多少？EH 5000，你觉得你的台跟 K7 的台的风格有差很多吗？我说观众，一定有吧，就是我台不会写 A 啊，对啊，也会啊，对啊，可播仔，你刚刚是要打他，我没有关系，把那个遮住，很不要紧，对，可以打他，可以打，不会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
有在播哎、欸。我不怕被告啊。我跟你讲，转过去被打就是你了。你还以为你打得过我？大家跟你们讲一下，一开始你们会抽到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不一定会是你们的最终礼物，还会有一些任务卡，但是也只有一半的人有可能会换到，有可能你换到就是你自己。那我们就先从豆豆开始。这是谁？对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袋子不错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吧！里面巧克力，知名 IP， 这个就不错。这是什么？有没有看过寄生兽？有，寄生兽在手上的那个。对对对，这是一个手机架。很可爱。你可以把它折叠之后去弄手机架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让它趴在电脑上面。好可爱。然后它可以打灯，好不好？时光组打灯就靠这个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娜娜。哎，它的我觉得包装的很好，我看看。没有。以我们多年来经验，包装越好越有味。哎、欸，哇塞，这八只下粉，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已经闻到了、欸，哦，一整组哎、欸，一整组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很抱歉，哎、欸，你赶快讲，超好的，超想打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哪里呀？等下这个不一定是你的，为什么？你先带回去，你抽到任务卡才知道。干，还有任务卡 ？Flashback， 还会有一些任务卡，然后他那哪？嘉玲，你说你知道？你猜嘉玲会送什么？我猜嘉玲会送乐事。不是乐事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很喜欢。那不就是乐事吗？就是他送他透视车。那我超想要，那这我超级想要。老人去真好，一直快点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欠你。杨子好了，你要吗？还是什么？从下面。王。不是你们会死的，太快死了，用的吗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他说这个包装，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不是，这个包装是很意外，不过，不然你自己猜好了。应该是刚买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袋子是额外拿的。他说是反差。一个包包。不要。哎，其实黑色小包包，黑色小包包，男生必备。就这样吗？我看，里面有个重点，可是笨哥给大家看到，你的 line 三倍券，他都乐死，没有啊，开玩笑，没有，他里面包装纸啊，干嘛再拿一个这么屌，换一个这个。很幸运吗？我觉得他们两姐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用心。如果你还闻他，不怕呢？因为我想猜。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，多了两个东西。哦，那我先猜这个。哇，为什么还有这个？哇，这什么？看一下这里 ，Among Us 的贴纸。贴纸哎，哎，小心拿会破掉。小心拿会破掉。嗯，有可能。哦，我看懂了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我要了，这个我要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不一定是你的，你可以先收着。哎、欸，他不是还有第二份礼物吗？有，还有第二份，还有第二份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怕你收到礼物不是我抽到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好，比较偏女生。因为我看到这个，其实这一片也用得到。我不要讲这个，这一片也用得到，就是上面可以插香的。你要帮我上香吗？对，上香。谢谢。香氛蜡烛。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？好变态，有这款，这个配这个。谢谢你，谢谢，很浪漫。不一定是你的，不一定是你的。好扯。阿土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这种彩票，这种是大袋子，都是在垒的。好残忍。里面夸张了吧？还有。那是什么啊？哦，放面子。面子啊，放面子的。哎，这很贵哎。嘉伟。嘉伟。我的。他刚刚在吹捧弟弟物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在场最温馨的。这是奖杯吗？我可以直接剪掉吗？啊，这样。好，还是拿剪刀。说不定老板说这个东西很好，想说很好。哎，你胆子比较大，来。你看，他都直接退两步，你有吗？谁会玩两个一样的？小钱包，哎，再打开一次。有没有反蟑螂？
没有吧？不是吧？蟑螂啊！里面还有一只蟑螂啊！那你有事啊？没有这个。哎、欸，这是交换礼物耶，这不是整人玩具耶！啊，好棒！我来帮你分享。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一个咬球，它其实那个，我要示范一下。你要确定这能播哎、欸？没有，这个是它是一个什么形状？这是什么形状？你自己想，你自己想嘛。看得出来、欸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啦，如果你不想要，你可以跟我换啦、啊。不要，我要超高级的，材质摸起来是很舒服，每个人都摸，它就变不高级。来，不要太多人摸，这个全新的。好逗。光头吧。我搜寻刺激有趣玩具。